小胖、啊，欢迎来到本期的基础玩家。今天非常的开心，我们拿到了宝华最新的七百系列的七零五 S 三啊，这是一个最新发布的一个音箱。其实宝华的七系列就是起着一个中间力量的作用，就承上启下了，是吧？下有小，上有老，对不对？既不是针对那个非常苛刻而极致的发烧友，那个有八系。 去应对，也不是针对啊，正常的一般用六系的，看看家庭影院呐，或者是就是随便听听歌啊，这俩状态都不是，它是一个中间力量。呃，正因为是如此，所以我认为这个音箱在我这儿听起来，它是最平和、最匀称的这么一个情况。哎，今天好好跟大家聊一聊，我们拿到的是个黑色的款式，有四个款。 什么红色、黑色、白色，还有一个木色啊？那只有白色，它的这个退耦式的鹦鹉螺的高音，它是白色的，其他三个颜色都是黑色。好，一英寸的退耦式的高频和一个六点五寸的所谓的钢听能的低音单元，这个是宝华独有的啊，包括八百啊，的这个高音单元的加长了。 这个气质明显好很多，就有点像那个女孩的腿呀、啊，变长了。哎，这个整个气质拿捏的稳稳的。对，但是这个见仁见智，有些人就觉得八百八零五上面的那个更好看啊、哎，有些人觉得这个才更像宝华。其实也有朋友说这个高音有点像话筒，就很多朋友一家里面一来，哎呦这这个音箱底俩。 话筒啊，就是拿直接拿下来，你这得,得吓死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这个见仁见智啊。我觉得它很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高频，对，退偶式说人话就是分开的箱体能够不互相影响它的这个震动，哎，大概就这么个意思。呃，它这个高音呢还是可以动的啊，对，因为底下的震动不会影响到上面，这个整个箱体是弧形的，一如既往的。 七系的宝华的这个烤漆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别的颜色没见过，但是我目前推荐黑色，太漂亮了。后边是有双线分音的，这个音箱的频响是从五十到两万八千赫兹，八欧的阻抗啊，推荐是三十到一百二十瓦的功率去推动它，哎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参数。 好，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音箱的一个听感部分。我们这个听感基于 Blue Sound 的这个 N 三三零的一个功放，它的一个数波加功放啊。我们为什么这么去搭配呢？我觉得它既然不针对那些最极致的发烧友，那我就真的劝大家别折腾。为什么叫别折腾呢？呃，很多买八系列的。 那他可能，他如果要折腾的话，可能会买个什么什么二嫂啊、CD 机啊，或者是解码器啊，或者是啊金嗓子啊、高文呐、啊、马克列文森呐，等等的这些全世界的顶级黑暗的品牌。那正常来说，退而求其次，买六系、买七系的都会去买一些呃，我们知道，但是又不是特别大牌啊。我们打个比方。 呃，就是用一些这个，有些甚至用到一些国产的一些挡机啊等等的。我觉得嘛，这个事儿啊就别折腾了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别折腾。这个东西非常的方便，开机都不用摁，就是回到家以后，你有一套像这种书架一样，很多人放在电视柜旁边，或者甚至是书柜啊，我后面这个书柜的旁边，就这么一个状态，一个小小的一个音乐系统，它可以给你带来一个非常非常纯净的声音。 特别是我这段时间用的这个 MQA 的这种文件，高解析的文件，听一些爵士乐啊，或者是听一些小调啊、人声啊，太完美了。你直接手机一回到家以后，什么蓝牙都不用连，WiFi 连上以后，直接把那首歌一点，开机的步骤都不用，把那个歌一点就出音乐了。大概需要三到五秒钟，它就自动开机，然后出音乐。 就是这么好的一个状态啊、呃！有些朋友对低频的那种质感呢，或者是呃那种迫切的那种低频下潜的感觉，如果需要的更更多一些，这个也可以接炮。对，但是呃，我建议大家拿到这个七零五以后回去听一听，它的低频已经非常的澎湃了。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它的高中低频。 会比八零五来的更加的平和一些，呃，可能第一耳感觉更舒服一些，八零五就更强劲一些，对，七零五就这么个感觉，就是可能符合大部分人的这种懒懒的听感，它并不是要你去什么。 听一些试音的碟啊什么的，哎，我们拿它。经常我就一到家以后，我就听一些张学友啊、陈奕迅啊。啊，当然我们是那个年代的人啊，我不是小年轻，所以呃，年轻的歌不太欣赏的来，所以我就听一些也不是太老吧啊，就这些陈奕迅啊这种中间力量的刘德华呀等等的这些歌，拿 MQA 的这个格式或者一些国外的一些爵士乐，可能我听爵士会比听交响会多一些。 呃，那种大提琴的那种嘣嘣嘣那种质感，大家大家有没有有没有有有没有这种印象？呃，所以你当你拿到这个音箱的时候，你听到的整个声音的这种背景的这种黑度，和整个音箱推出来的这种从容度，因为这个是一百六十瓦的功率的一个。 迸发出来一个动态功率啊！当然，呃，这个是一个气囊功放 NAD 的一个技术。这个 Blue s u m 呢，它自己的解码，BlueOS 的原生系统。你拿了这个 BlueOS 的系统，首先非常非常好用，然后就是推出来的整体的功率，这个音箱是非常对应的。所以，呃，宝华公司建议我把这东西，哎，拿拿着，你来听，就拿这个听就行了。当然，你说好的功放能不能把七零五推到逆天？ 我觉得它的潜力一定是没有八零五那么大的，但是你要它更好，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因为它是 BNW，对吧？评测如果不评宝华，似乎没有灵魂，是不是、啊？所以我们说任何音响都得说到宝华，很多对比也是也要对比到宝华，就这个意思，因为宝华作为一个，呃，很有代表性的声音。 和品牌存在着，你能听到宝华的这种声音的特点，这个布鲁尚一定可以让你很真切的感受到，因为这个声音推出来是比较正的，所以宝华整体的这个七零五推出来的效果，我认为人声是很丝滑的那种，当然它的碳膜高音，我觉得是没有钻石高音那么超级解析。 它又会比六系的那个铝膜高音解析又高很多个档次，对，但是它比钻石确实又低了很多个档次。你整体在家里面构建一个音乐系统，为什么要二点零去构建音乐系统呢？因为这样的话你的声场才打得开。当然蓝牙音箱不是不行，但是从蓝牙连接的这个状态和它没有包括宝华的飞艇啊，它并没有那么宽。 对这个，把它摆在书桌的两边儿，电视柜的两边儿，那个生产出来和一条出来的感觉，那真的是天壤之别。你能听见整个，就是发烧友说的音乐现场前面带给你的那种感觉。对，而且两个六点五寸，两个一英寸的碳膜高音，跟蓝牙音箱的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主要听音乐的是那种从容度。 这种发烧音响听的就是那种从容度，那种人生不挤呀，是吧？呃，听的很很放松啊，就像听邓丽君的歌，虽然她嗓子很纤细，但是你没有感觉她很费劲儿，是吧？比如我们唱的那“好花、啊、不常开”，那我唱这就很费劲了，开我的是吗？对她，她挤了。 如果我低音，好花不常开，我就就你就觉得，哎，这个、这个很悠扬的，这个声音就飘过来了。我们听的就是这种从容感，而不是那种挤的感觉。包括声压级稍微大一些，你同样会觉得它比较从容，因为六点五寸的单元，这种刚听能的，特别是宝华的低音单元，真的这种从容。呃，宝华更多的说它是高音啊，它很多时候它的。 崔友式的高音，它这个高音很出名，但是我我认为宝华不是特别强调它的低频，呃，但是我觉得它的低频确实是可以强调的，就是它确实是我听了这么多音箱以后很给力的低频，高频没什么好说的。就像要说，奔驰为什么不宣传它快，是吧？宝马才宣传它的操控感、操控快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是否？ 奔驰它就不快了呢，或者它就不好开了呢？不是的，那就是呃，宝华很多人会注意它的高音。哎呀，你看六系、七系是吧？八系，八系的钻石高音才牛。那那意思就是宝华的低频不行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宝华的低频反而很行呵，反而很行。我觉得宝华更多的应该说说它的低频，原来是那种防防弹的那个材质嘛，现在是钢听能，差不多。反正就是这个。 单元能够承受很大的声压级，能够承受很大的功率，你只要敢推，它就敢动。哎，大概就这么一个状态。所以你想听万马奔腾，像这个呃布鲁上是可以调节它的高频和低频的，中频有一点宝华甜，低频有点宝华深，宝华独有的那种深度它是有的，哎，不拖泥带水，高频不用说。 很细腻、顺滑，解析非常的高。如果你没有听过八零五，你觉得这个解析已经逆天了。所以这个就是配合 b l u s 一起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啊。呃，不要说更好的功放会怎么样，刚才说了，那一定会更好。但是我觉得买这个价位的音箱，不要浪费太多钱在前端上，有这么一个玩意儿。 真真真真正的是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真的是够了啊！这么一听歌，手机这么一摁，这才有经常听歌的一个状态。有时候我真的比较懒，我做评测的，我那么喜欢听歌的，我就很讨厌去前级后级，CD 啊、呃、解码，哎呀，我各种开，我我很讨厌，真的放放 CD 放放黑胶。 说嘛是个仪式感，实际上嘛，你真要说我不对比的时候，我不是特别有精神，倒致的时候，在那喝个茶呀，那打杯咖啡呀，我就手机一摁，我过都不想过来，我在那边吧台一摁就听歌，就这么个状态，可以调节音量大小，欧了，太完美，这就是你的家庭的音乐系统。 宝华七零五 S 三，哎，这个今天今天跟大家聊的，跟大家自己的，技术玩家，我是小胖，就是我们的 B B 哩、新浪微博、西瓜视频给我留言，我会及时回复大家。优酷、腾讯、抖音、YouTube 都给所有技术玩家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